咱了的，让笔尖儿啊，不是大面积调啊，笔尖儿就是台青蓝，听明白没有，各位？必要的时候有时候还搁点墨呢啊，现在我没搁墨，就是台青蓝啊。调完台青蓝以后就有点深，笔尖儿有点黑了，发黑那个劲儿，听明白没有？然后跟上了呗，各位。啊，我接着来吧啊，又不这时间。看着啊，笔肚还是红的啊，笔尖儿深的，你看这一个瓣儿出来了没有？看清楚吗？屏幕？然后这边啊，那边的反瓣，这边还有反瓣呢。